哦，无闲几工啊，即阵会使小可休困一下。伫遮有精彩暗时新闻，主题分享，予你上轻松的暗头啊时间，请收听每工下晡六点半到七点的暗时报报。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每天暗时六点半进行到七点的暗时报报，我是主持人阿秋。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周了，好，1月9号星期一，哎，全新的一周上班日，也不要太恶作啊。好，今晚新闻就给来报道今天的重点新闻，报报重点新闻。根据媒体报道，军方向瑞士莱卡公司采购的雄风三型飞弹经纬仪被送到原厂在中国山东的亚洲维修中心检修。中科院日前表示，此设备是生产组装线上量测飞弹弹体发射箱架所使用的光学校正设备，非控制雄三飞弹定位的零组件。设备送回后已进行资安鉴定，无资安泄密的疑虑。中国放宽防疫管制后，疫情大爆发。日前，中国媒体已经证实，上海发现美国新流行的 Omicron 变种病毒 XBB.1.5 毒株。中国病毒学专家童怡刚表示，入境政策在8号调整后，国外毒株可能进入中国，并在区域内引发感染高峰。卫生专家说明，国际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管制措施，对控制 COVID-19 疫情的效果可能不彰。他们指出，在美国出现的变异株可能构成更大的风险。此外，中国民众疯抢常备的退烧以及止泻药，又因网传染疫将造成排便失禁，使得纸尿布一片难求。也有民众因为买不到血氧仪而开始抢购可显示血氧值的智慧型手表。哎呦呀，乱糟糟啊！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么疯狂呢？下面可能出来去柜去了，卫生纸之乱之后呢，口罩之乱，再来是止泻药、止痛药之乱啊！哎，再来变成尿布，该不会再来变成马桶之乱吧？哦，好了，先来休困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哇，这个很有叮咛的含义哈，来自李碧华休假收音曲的歌曲叫做《千言万语》，大家这回来欣赏。什么？有。
期待，快赶走爱的寂寞。基隆三个渔港一马当先，共寮堡万里蟹新北市欢迎您这回来吃上清的海味。桃园渔港双雄蓄势待发，动算新竹的两个渔港也准备好了，动算到顶向前行，苗栗的渔港一定赢，动算五彩鱼港是咱台中人的骄傲，动算欢迎来中华王宫欣赏鱼货甲法旋的灯塔。人阮分林保阿寮鱼港的乌鱼子上好食，嘉义东石咸皮鹅啊上盖甜。台南的安平鱼港甲将军鱼港拢总真好耍。咱高雄有七个鱼港，拢是佚佗的好所在。冰冻的乌多罗阮沙西米上解着味。来来来，来宜兰会使看海岸甲拜妈祖哦。花莲渔港不落人后，冲啊！动算，你哪来台东？绝对爱来看啊！看啥物？看阮标记鱼。台澎金马是一体，这次离岛不缺席。动算。历史2022年金剑渔港票选活动正式开跑，自己开始到122年4月30号为止，一个人一天会当投五票，大个月要有抽奖的活动，投愈多，得奖的机会就愈高哦。全国选出40个渔港，你上爱对一个，赶紧来投票。详情请上渔业署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天上繁星点点，指引方向的只有一颗。空中电波无限，网遍海上的唯有渔业电台。渔业消息、海上天气概况、专业分析、时事论坛、社会脉动追踪报道，轻松话题、想听的歌曲静心收集，我们随时随地在海上守候您。最专业的频道 AM738 渔业广播电台。抱抱醋米单丸，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到来暗时宝宝，我是主持人阿秋。哦，今天是礼拜一了吼，咱是宝宝无礼拜一的台湾主题是万不介绍。今天的阿秋要来讲一项，嘛是台湾的特有种，叫做台湾黄喉貂，实在是有够貂啊！哦，真的什么貂？貂啊，刁民的刁，不知道那个雪貂的貂了哦。黄喉貂学名 Brutus rubiguda， 有个褐色喜马拉雅貂，青幼主要分布伫咧东亚，也阁有东南亚以及俄罗斯往东北地区。属于食肉诶貂科貂属。黄喉貂主要以中小型哺乳类、鸟类、两栖爬虫类、昆虫、腐食动物的尸体等等为食，有当时也会吃植物的果实，甚至会群体围猎，体型比因更加大的山羌，因此各行称作是青阿虎，被人列为是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之一。形态特征，
黄喉貂的头体长大约是45公分，尾巴长大约有35公分，体重1公斤到3公斤。体型长长，尾巴嘛长长，啊，伊的四只脚相对较细嘛较短，头部宽宽又扁扁，鼻仔顶悬到头顶，耳仔后壁以及红裙仔的偏边是乌色的，下海甲伊的面是白色的，脑的部分到顶悬的胸坎是鲜黄色，下脚的胸坎甲脚趾片是黄褐色。后半部包含着后脚甲尾仔，会渐渐啊转做是乌色。生态习性，黄喉貂大部分拢是分布伫咧海拔大约300至3900公尺的原始森林，以中海拔最为常见。栖地分布，黄喉貂都会常常栖息在阔叶林、针叶林以及箭竹林里面。最近呢，在这个中横公路的著名休憩景点碧绿神木风景区，连日出现了宝玉类黄喉貂出没，并且有向游客讨食的行为，把豆芽外款哦，丝毫不会畏惧人类。太鲁阁国家公园相当忧心生态已遭到破坏，呼吁游客千万不要喂食，以免太鲁阁园区部分猕猴失去野性与求生能力的问题再现。有游客就向这个太管处反映了哦，中横碧绿神木区观景台附近啊，连日来出现一对哦黄喉貂，见游客出现的时候就会慢慢靠近哦，好甚至啊顶些卡边啊那塞来塞去的哦，然后紧盯游客的食物哦，当然也有一些游客啊比较大方啦，一时兴起啊那些就给吃啦哦。下面我用大刀架了，那灰熊逮轰了。那当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喂食过的食物残渣，而且呢，感觉这个喂食行为已经有维持一段时间了，因为这太可爱了。这一对啊，或者有更多的黄喉貂已经有讨食的习惯了。那这样不断的喂食的话，可能会造成环境脏乱，持续的问题也会影响到野生动物健康以及附近的环境生态啊。所以希望太管处能够予以重视。也要约束游客的不当喂食行为。太管处就呼吁喽，民众切勿喂食野生动物。国家公园这边也会持续派员做巡查，如果经发现喂食行为，将依违反国家公园法第13条的规定来做处理。违规喂食最高罚款新台币3000元，3000块，而且还会来加强取缔，以防影响动物习性以及民众安全。请民众还有调解朋友不要以身试法。好，以上是有关台湾特有种黄喉貂的资料，先介绍到这，咱先来歇睏一下，歌过了再来继续关心到伊的资料。好，为大家播送一首歌曲。他说他爱这个地方，来自罗吉宇正神经，所以就大家坐回来欣赏。他说他爱这个鬼地方，因为这有欢笑，好有欢唱。他说他爱这个鬼地方，因为这有快乐而又疯狂。他说他爱这个鬼地方。这儿有我的吉他和歌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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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爱这个鬼地方。
啊和歌唱。哦，看到桌上摆满各式各样的海鲜料理，小鱼眼睛一亮，口水直流。哇，石目鱼肚煎得酥酥香香的，红烧台湾鲷酱香诱人，清蒸石斑鱼带着葱好鲜嫩，奶油蒜香虾的虾肉弹牙又鲜甜，真的是太好吃了。哎呦，爸爸，这么好吃的故事听得我都快睡着了，你说故事的功力真的很逊哎。你早说嘛，没问题，好听的故事在这里哦。渔业署再次出版《少年小鱼》系列第二本故事绘本，推出有声电子书《少年小鱼的寻鱼冒险记》养殖篇，已经在渔业署的官网上架咯。生动活泼，轻松又有趣，说给你听，带领读者随着剧情穿梭来穿梭去，走访各式的养殖场域，探索养殖渔业的奇妙历程哎。守护海洋应该从认识餐桌上的海鲜鱼货开始，上网搜寻少年小鱼的寻鱼冒险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认识台湾珍贵而且重要的养殖渔业，跟着小鱼一同踏上奇幻的寻鱼冒险旅程吧。 Let's go。你敢知影最近明华有重大修正？嗯，是啥物？为112年一月初一开始，满18岁就是成年人啊，而且无论查甫查某，拢爱满18岁才会当结婚哦。那安尼以后，我满18岁签契约、租厝，拢用个家己处理啊呢？啊，不过成年人嘛爱为家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爱是我的家，一生离不开它，语言难表达，只能唱出一首首歌感谢它。雨夜的传承就是在这里，动听的音乐全都在这里。雨光 AM 738，哈喽，欢迎回来暗时宝宝这个节目，我是朱麒麟阿秋。继续来看到咱独家讲的这个万物介绍，介绍到的是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黄喉貂的相关资料，现在继续来为做补充。黄喉貂以黄喉著称，毛色由金黄色、暗褐色、黑色到白色都有，变化十分丰富，因为外表很可爱，所以它还有一个小名叫做小可爱。但是呢，它的食性比较广泛，甚至群体会围猎体型比它们大的山羌，所以也被称作羌仔虎。好，当然啦，主要还是以猎食小型哺乳类、鸟类、两栖爬虫类、昆虫、果实、腐食动物的尸体为主。近年来，在台湾山区，民众目击到黄喉貂出现的频率有增加的情形。它们可爱的模样总是吸引了一群人驻足拍照，也传出有黄喉貂受到游客吹煮食物、厨余、吸引等等情况。另外，部分山区也有传出民众以泡面或厨余喂食等等的不法情事，除了会造成环境脏乱，也会影响到动物的健康，破坏生态。所以在这边请各位多加注意。哎，要不过你敢知影，遐尼可爱的黄喉貂，其实嘛会破病哦。阿娘是得什么病啊？惊到人啊！哦，伫咧
110年的6月30号，国内传出台湾头一摆，予人检验到黄喉貂狂犬病阳性案例。哦，伊验出黄喉貂个体感染到肝醋虫以及腺病毒，所以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就呼吁民众要遵守二不一要原则。二不一要是哪二不呢？不要弃养宠物，不要接触以及捕捉野生动物。那一要是哪一要呢？要每年带家中犬猫以及人工饲养食肉目的动物去施打狂犬病的疫苗，避免狂犬病在人畜间传播。如果违反者，可以处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民众如果不小心遭受野生动物或者是流浪犬猫抓咬伤的话，要请以肥皂以及大量的清水冲洗伤口15分钟，再以优点碘酒或者是70%的酒精消毒后就尽速就医，并通报所在地乡镇市区公所或动物防疫机关做处置。大家可以看到哈，从房检局2013年到5月底的病例统计，可以看出狂犬病主要发生在幼獾身上，哇，有高达856例耶。那如果是遭幼獾咬伤的幼犬呢，有1例；白鼻心的话有9例，还有前鼠也是1例。哎，在近几年的记录啊，野生幼獾也是主要发病的物种啊，如果是得到狂犬病的话呢，跟这个幼獾逃离不了关系。这次首次发现这个黄喉貂的病例啊，会带来什么样的警讯呢？未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的哦。如果在野外发现啊有任何死亡或受伤的野生动物啊，你们可以尽速通知在地的动物防疫机关，这个上网查都有他们的联络方式。太管处呼吁，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以及维护自然环境生态，请游客千万不要喂食黄喉貂等等的野生动物。当然不止黄喉貂了，还有很多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动物啦。那就是这个喷啦、啊、一些垃圾啦、那粪扫啦，吼，啊，还有吃不了的这食物啦，吼，哎，记得哎，炸落山。所以啦，哦，记好好哦，家己吃好饱就好啊，吼，咱顾咱家己的巴肚就好啊，先卖管别的动物到底是枵啊唔枵，迄无关咱的代志啊。我们至少门前雪，就这个时候，哦，扫对地方就好。感谢你。好了，爱看是虾米动物啦吼，别再讲饲就饲啦吼。好，时间呢关系咧，这部差不多要来到尾声，咱今日的安息宝宝嘛要伫只新歌一段落咯。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歌哦，非常嗨的歌曲，很适合这个狂欢新年哈，新春夜哈，叫做《Oh Hey Oh Hey》，不管你是谁，《Oh Hey Oh Hey》来自五月天的《Oh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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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Hey》。五月天的 OAOA， 大家这回来欣赏。切一下几颗大味蕾，跳一下期盼的脚尖。一种固执性的奉献，等一个复活的瞬间，和一滴甜美的眼泪，唱一首透明摇滚乐，唱一个巅峰的疯癫，这一生太多的妥协，这一刻彻底的打碎，这一次。名字心点，快张开你的。
都太短暂。